看四圣地品临次十节第六段，东南方苦灭道圣地最后的一句啊，第十句，或名不流转根，这一句乍看起来意思不难懂，实际上它很深。首先我们先说说流转啊，流转就是一般所讲的轮回。轮回的根是什么啊，我们把这段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才懂得不流转的意思，才知道不流转的属性。轮回是一桩非常辛苦的事情啊，世尊把六道比喻作苦海，真苦，迷惑造业，感苦啊，感苦就是受报应啊，惑业苦永远不间断的，起惑造业，造业受报，受报又起惑啊，这个就是流转的根啊。永远不间断啊，佛要帮助我们不要再干这个傻事了。六道轮回是傻事啊，愚痴人干的啊，聪明有智慧的人哪里会干这个事情啊？啊，佛怎样帮助我们呢？从根上讲，那就是破迷开悟，断惑啊，断惑真正啊，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法华经》上称之为大事因缘啊，真的是大事啊。除这个之外，那就是小事一桩啊啊，这个古人所谓鸡毛蒜皮，不值得一道的啊。
啊，破迷，这就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众生迷得太久了，啊，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时期，年轻人完全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诲，啊，自以为是，啊，这怎么行呢？狂妄自大，不知道尊重别人，啊，今天早晨我还给几个同学在谈，做人要谦虚，要沉静，啊，什么叫自尊？自尊不是狂妄，不是骄傲，不是自大，啊，狂妄自大骄慢，那是真正的自己自卑心里面反映出来的，啊，它的结果让社会一般人见到了，更是轻视他，啊，这哪里是自尊呢？啊，什么是自尊呢？尊重别人就是自尊，啊，我尊重别人，别人尊重我，啊，我爱护别人，别人爱护我，我帮助别人，别人帮助我，这个人才叫做自尊自爱自主，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人欢迎你，都有人尊重你，都有人帮助你，事出世间圣贤教人，这是头一门课程啊。你看看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礼敬诸佛，啊，一切众生未来佛啊，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啊，我们如果以啊对父母的尊重，尊重一切众生；对佛菩萨的尊敬，尊敬一切众生，这叫学佛。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啊，即使自己杀父之仇，仇敌。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这个仇一定要报啊！世间法了，啊，可是圣人呢有教导你，如果这个人他现在是做官。你能不能报呢？不能。为什么呢？做官是为人民服务啊！啊，你要报仇，把他杀了，哎，他是个好官，真能替人服务。啊，你把
为大众服务的这个人杀掉了，你的仇不是报了，你对不起人民啊，你对不起社会呀、啊！那么这事情哪个大呢？啊，替社会服务这个事大。到什么时候报仇呢？他下台了，立职了，他的任期届满了，立职了，退休了，这个时候可以报仇。你看看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是我的敌人，不共戴天，但是他今天为人民服务，替社会，替国家，做的是真的好事，许许多多人民得他利益。我这个私人的仇啊，要放在一边。这叫道，道理啊，要明道啊。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做得恰当啊！冤冤相报啊，是你个人的事情啊。如果你损害大众的话，那你这个罪业重了。又何况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佛法不许报仇。为什么呢？佛法了知宇宙人生真相。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法界虚空刹土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是自己的清净化身。那你要报仇的话，那你是自己对自己过不去。比如说我们这个指甲，不小心呢把这个脸划伤了，这流血了，这个地方是不是对这个指甲的时候怀恨要报仇？是不共戴天，我要把这个指头给他砍掉，行不行呢？如果知道是一身，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要把他杀掉，是杀自己的生命，不是伤害别人。佛法懂得这个道理啊，知道宇宙是一体啊，有意无意的伤害不能报仇啊，没有仇啊，没有恨呐、只说是他不小心犯的过失嘛。所以诸位常常听到佛经里面所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你们想想同体两个字怎么讲法？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大乘教里头佛讲的多，常常讲啊，常常提醒呢，唯恐我们忘掉。华严给我们讲，一切诸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楞严经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
世界微尘，一切因果因心成体，都是给我们讲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大乘教里又常说，这是中国人呢听得耳熟了。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这两句话讲得好啊。心是体，因心成体吗？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体呀。一切众生的本体跟我自己的本体是一个体啊，不是两个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大乘教里面称之为法性，称之为真性，真心真如。第一义名称很多很多佛为什么对一桩事情设这么多名称呢？意思就是告诉你，言说不是真的，名相也不是真的多几个名相，多一点言说，你要懂得说的是一桩事情就行了，不要执着言说相，也不要执着名字相，这是帮助我们开智慧呀，让我们在名相里头恍然大悟佛说这么多名相，是在不同场合说的，对不同根性人说的实际上也装死嘛。我们要觉悟，要明了要懂得佛说法的真实意义自己得受用了，就明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我的清净法身是我永恒不灭的法身化身不生不灭，那才是真正自己这个身呢我们现在这个身呢，这是报身那不是如来的报身，如来的报身是智慧的报身，就是对于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知道是一个共同生命体，就是一法身所以它是智慧的报身，我们这个也叫报身，叫业报身过去生中造的善恶业，造了善业这一生来享一点福报，造的恶业呢，那这一生要来受罪，要来受苦受难，消你的业障所以迷惑颠倒的众生生生世世都在学习不学习里面呢，确实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进退有进步也有退步大概在六道里面的众生进得少退得多这个进步的机会不容易遇到，退步的机会呀太多太多这苦了，设法界里面四
圣法界跟六道呢，这个情形恰恰相反啊。四圣法界的退的机会少，进的机会多。佛法都称之为凡夫啊，啊，有内外之分，啊，六道叫内凡呐，四圣叫外凡，啊，为什么叫凡呢？他不知道用真心，那就是凡夫，啊，凡圣差别就在此地，你会用真心。你就是圣人，你用妄心，你是凡夫，啊，妄心是什么呢？八十五十一心所啊，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你用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你是凡心，你是凡人，啊，设法界众生都是用妄想分别执着。但是四圣虽然是用妄想分别执着轻啊，他们最殊胜的缘就是能够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所以他进的机会多，退的机会少啊。那六道凡夫呢，啊，用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坚固的执着啊，坚固的妄想，他随顺自己的妄想，他不听佛菩萨的教诲啊，那这一来呢，退的机会多了，进的机会少了啊，所以唯有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才会有进步啊！啊，才能够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在设法界里头不断的往上升啊！自己修行功夫到家了。缘成熟了，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那就是圣人了，不再是凡夫了，超凡入圣了，这个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其他的不是啊，其他的都是轮回业，不了解事实真相，轮回心啊，妄想分别执着是轮回心，轮回心也能不造轮回业呢？啊，轮回心轮回业了，那就叫你永远流转相续啊，这个麻烦大了啊，生生世世不容易解脱啊，世间人愚迷太严重了啊，遇到佛法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认真修学啊，虽学佛实在说不解如来真实意啊，
啊，那这个原因就是读的太少了，听的太少了。啊，我们这样的根性，没有接受过同盟养正的教育，就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啊，遇到佛法还是没有这个能力啊。啊，你要问原因在哪里呢？啊，原因在烦恼习气当中，贪嗔痴慢。这个习气太重啊，没有把佛菩萨放在眼里啊，没有把学佛当作人生第一桩大事啊，所以不解如来真实义。这个不但是许多在家同修啊疏忽了，甚至许许多多出家的大德们也疏忽了啊。我们如果不是有幸遇到好老师啊，师生之道缘分呐啊，方老师、张家大师、李老师，亲近他们的人很多很多。有在身边三四十年的啊，但是所学到的东西不多啊。啊，什么原因？中国古人所谓的良师难求啊，而在老师那边呢，因材难遇啊。啊，在历史上多少好老师一生没有一个学生能传他的法，遇不到传法的人啊，法器啊遇不到啊。啊，原因在哪里呢？亲近的人很多，烦恼习气很重啊，不但这个好老师没有办法感化他了，佛菩萨再来也没有办法。正是经上讲的信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相等的啊，心能现能变啊，佛是觉悟的，凡夫是迷惑的，觉迷的力量是相等的啊，从迷转觉那要靠缘分，缘分不是一生一世修的，多生多劫佛度众生不是一生，一生哪能成就呢？生生世世无量劫来，这个要道理啊，这要懂啊啊，众生迷惑颠倒了，佛菩萨锲而不舍。
正是所谓是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那佛为什么要对这些叛逆的众生还要那么照顾呢？佛知道那是自己的一体，同体悲心流露，啊，好像我们这个手上啊，长了个疮了，全身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关心它，啊，它长疮立业障啊，不能一下就得好，慢慢来啊，等它了。啊，为什么长疮？这里有业障吗？他造的不善业吗？啊，一定是等他这个业消了，啊，慢慢复原啊，康复了。真的，全身每个细胞都关心他。他跟我是一体，同体。啊，佛菩萨知道同体。所以佛菩萨有没有跟一切众生对立呢？没有，同体嘛，怎么能对立呢？啊，没有对立，没有矛盾。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行为都没有啊，才真正做到纯净纯善呐！啊，纯净纯善是真有，不是假的啊。本来是纯净纯善，啊，所以纯净纯善是性德，发而如是啊。对于虚空法界一切刹土一切众生，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遍法界，哪有一丝毫不善呢？什么人做到呢？觉悟的人做到了。啊，给诸位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真性的人，他就做到了。啊，这个人超越十法界了。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做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啊，为什么你能做到呢？这你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本来就是纯净纯善嘛。华严圆觉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看看这句话说得这么肯定，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真的不是假的，你本来成佛，啊，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一念不觉，起了无明，啊，在无明里头，你愈陷愈深。就是你相信自己，以为你自己想的是正确的，你自己看的是正确的，你自己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你错了。
啊，你细心展开经卷，跟经卷里面对一对，你就明白了。经论里面所说的是佛菩萨的之见，我们常讲佛知佛见，正知正见，这是个标准呐、啊。能够与经论思想见解相应，这是不流转根。如果与经论所说的完全相违背，那你自自然然就搞六道流转相续啊。这没有办法超越，没有法子脱离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啊，是学佛的同学要求世尊入灭之前教给我们的四依法了，啊，怕我们特别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没有能力辨别，啊，你往往错解了经义，啊，纵然遇到善知识，善知识给你讲解，有时候啊，也会把他的意思错解了，是常有的事情啊，自古至今啊，啊，那问题，我们会不会把这意思错解了呢？难免啊，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啊，让自己回到界定，啊，能够与界定有几分相应，就得利了。啊，修学大乘的人最重要的是认知，啊，认知就是宇宙万有是一个共同生命体。啊，那么你对于一切万事万物，就会和睦相处，啊，那个和啊，你就得到了，啊，和是宝啊，啊，事出世间无与伦比的大宝是和，啊，儒家也讲和为贵。人与人之间要和，人与自然界万事万物要和，人与天地鬼神要和，啊，与十法界要和，与无量无边世界要和，啊，上要跟诸佛菩萨和，下要跟地狱恶鬼畜生好，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佛教导我们，你看六合敬，佛弟子必须要遵守啊。啊，佛弟子能遵守六合敬，道业没有不成就的。啊，六合敬头一个，见惑同解。啊，那就是你的见解思想。要纯要正，那就好了。啊，这个是活的基础，啊，也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认知。啊，能辨宇宙众生的是一个法性呐，啊，心能现呐，啊，能辨呢，识识能辨。啊，性识是真正的自己 啊我们现在讲是自己的灵性 啊所现所变的万事万法，这万事万法的体就是这个灵性，同一个灵性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我们现在用最白的话来说，就是宇宙万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能在这上建立共识，六合敬的基础就得到了啊，大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那真叫不费吹灰之力啊，不是化而如是嘛，本来就是这样的吧。啊，我常比喻说，我们这一个身体是许许多多的器官，无数的细胞组成的，这不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吗？啊，身体里的许许多多器官，你看它合不合睦，它合不合作啊，个人守在个人的岗位上，为整体服务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整体服务，没有一点差错，这个人身体健康长寿啊，幸福快乐啊。啊，如果这里头出了矛盾了，彼此不合作了，这个人生病了，啊，病重就死亡了。共同体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和啊和睦的基础。整个宇宙是个共同体，一切众生是共同体，所以我们对于虚空法界万有众生自自然然的尊重礼敬称赞，互助合作啊。
站在自己岗位上努力工作啊。夫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然后解同修啊，解惑同修啊，这从四山讲了。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通通要接受。啊，遇到了，一定向他学习。遵守他的规矩，没有冲突啊！啊，绝不执着成见，随缘而不攀缘呐！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上善若水。水留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圆的，留在这里面，水就变成圆的。放在个方的杯子里头，留到里面就变成个方的。这叫上善呐、啊，上善说随缘呐、啊，啊，绝对不是说我能圆不能方，我能方不能圆。这就不善了啊！怎样才能行？没有成见啊，也就是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能随一切众生的缘。要紧的是，我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有没有关系啊？我随你的缘呐、啊！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觉悟了，了解事实真相的。啊，你还执着你的，你还没有觉悟。你没有觉悟，我一定随顺你。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乃至于。声闻缘觉啊，都学习佛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恒顺与他有恩啊，他欢喜你，他能听你的，你就能教他，慢慢帮助他提升他的灵性，帮助他破迷开悟啊！啊，也能够认知啊，原来这个大宇宙跟我的关系这么密切，那是一体，他也证得了清净法身了。啊，那就真的永远不流转了。啊，所以身同住啊，口无增，意无意，这个意和同欲，力和同君呐。啊，自自然然就做到了。身心清净，
一尘不染了，啊，万缘放下了，啊，这个时候真大自在。这个是大乘道啊。啊，大乘道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不违背。啊，善缘它随顺，恶缘也随顺。一切境界都随顺，虽然随顺不然。宗门里面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百花就比喻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形形色色了，没有不接触啊！没有不和睦啊！啊，和睦相处里面，才真正体验到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入无障碍的法界，所以老子用水做比喻，上善若水啊，无论留在什么器皿，它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你是方的留进去它是方的，你是圆的留进去是方圆的，你是多觉型留进去它就变成多觉的，一点分别执着都没有啊。老子拿这个来比喻我们的真心啊，我们真心随十法界的缘啊。啊，你看看在天上现天的境界，在恶鬼现鬼道境界，在地狱现地狱境界啊，他不是说，哎呀，这个地狱魔鬼不善，我不现他的境界，现的，照现的，所以现怎么样呢？一点染污都没有。啊，法性还是法性，法性决定不染著。啊，随善缘现天堂，啊，现天人身。现声闻缘觉身，现菩萨身也不染着。啊，属于那个境界里头，真的，古德常讲的无佛无众生啊。啊，你要晓得，无佛无众生是有佛有众生。为什么说无呢？不沾染。啊，随顺佛菩萨不着佛菩萨的相。随顺众生不着众生相，啊，随顺地狱不着地狱相，得大自在啊！啊，这就叫真的不流转。法性在哪里？法性遍一切时，遍一切空间，啊，无所不在呀、啊！它是能现。它是能变啊，起了一念不觉就能变，不起一念不觉它能现啊，这是真正的自己。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句话重要啊，后面还有一心一智慧，略无为也然，这就说明啊，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究竟果地的如来没有两样啊，一个是觉，一个不觉而已啊。啊，觉不增，不觉不减，不增不减。我们说是未来佛，诸佛如来说现在佛，这意思很深啊！诸位慢慢去参究吧。现在时间到了。